唉，还有人在吗？那 其实我想关台自己玩。啊。要，好了，我觉得我要把 YT 的聊天室关掉，不然他每次你们要超级留言还是什么东西，都会提前跳通知通知我说你们要超级留言了，所以我都会知道你们想吓我了，哈哈。等下我接续一下游戏哈。哇哦，我的画面被看光光了。Hello，哎呦，白痴，怎么那么大声啊？本游戏含暴力、血腥等不安内容。哎呀，我还没18岁呀，不能看这种东西呀！天哪，本游戏涉及人名、地名及登录区，不不不不不不不。团团还有泽平陪他玩，我没有啊。选项，解析度。白痴哦！噔噔噔噔噔噔！好好笑，等一下哦，好了。音乐，这样就好了吧？画面，欸，会卡，再跟我说，我再弄。这是不是挡到了啊？聊天室这边好了。你们陪我玩，你们只是在看我笑吧？天啊！好了，我知道已经有人已经提前开台过1小时了，所以不要剧透我。WSD 视角操作，T 开启物品栏，开启文件，空白打开打火机。好，开始。YT 是不是坏掉了？等一下哦，我 YT 刚刚派 key 啊，我标题还是 UHC，我不知道诶。好啦，再改一下，还愿。他有时候不给我动。OK，我回来了。哎、欸，你们耳机调小声一点哦，如果乱叫的话，嗨。然后嘞，我可以动吗？哟，台东、台南、高雄。老公，你还在看电视吗？对呀、啊，点点，我还在跟你看。说，今天我买菜的时候遇到楼下的贝贝，嘿。他说他孙子最近很晚回家，哎。然后嘞？该不会是学坏？不知道欸，还好我们家美心不会这样乱我跑，们家是不然布光布哦，看你不要这乱么叫荒谬哦。的故事。布布啊！不过今天主任打来，哎、欸，说美心在学校又跌倒布布跌倒了？了。哎，你不要又跑到学校跟主任反映哦，小孩子本来就是跌跌撞撞才会长大嘛。嘿、欸。哦，对了。下次提醒我买点水果送给老师，他的老师那边就整个人都变活泼了。我觉得这就是功德吧。啊！布布过来！哎、欸，其实我很怕这个吊灯布布呢、欸。他终于离他的梦想越来越近了。布布什么梦想？这几年我们这样支持他，也总算是有。
我很怕这个灯掉下来，然后卷死的那种感觉。哎、欸，还，我的画面自己动了。好了，剩一道菜就可以吃饭了。好。所以美心人呢？美心。确定这不是实况那个什么模拟外科手术医生吗？啊哈。这声音会有点大哎、欸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哎，看到这个方向，看到这里，我还没吃晚餐啊！我有十根手指头！哇，这个，我觉得这个视角玩到一半会晕呢、欸，怎么办？Hello，空白键打火机，我还没有。巨斧特 ，Ctrl， 哦，好怀念的电风扇哦，1987年，呵呵中秋节，兔年，好了，我们就实况到这边吧，呵呵然后嘞，哎呦，是很恐怖哎，不太笑哎，你看得到吗？会不会太黑？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。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晚安，我要抱抱小孩睡了。晚安晚安，感谢续订。红龙高彩雨吉祥物宠物哦，红龙不能吃哦，它很难吃哦，身上的肉不好。欸，它不能跳，会习惯跳。呦，那现在嘞，我卡关了，这是什么？卫生纸。啊，有这个可以拿，我先拿。美心的涂鸦，一张美心的涂鸦，然后得给按下吗？对，兔兔的照片，妈好，我们离开，还有什么可以拿？按 R 开启文件，没了。好，这边是厨房吧，因为声音从这边传来的。Hello， 啊，你们跨步，声音外面在下雨。嗨，没有洗的吧 ？F， 没有手电筒。啊，厨房没人。哎，刚刚那边是开着的吗？哎，是不是有人坐在上面啊？这个应该是三太子吧？不是。好，嗨，李喜香，你是谁？还是其实根本不是人啊？哦，白痴哦，罐子啦，我北来。然后嘞，兔年平安。哈？等一下，所以。我又回来了，哎、欸，刚没有这扇门呢、欸。我们小时候会这样玩吗？我们小时候有一个这个，结果我就是从100到140，突然就是间隔很高很宽。是拿真的人的照片吗？等一下，恐怖游戏啊！可是我就是尽量玩的不恐怖啊。哦，这是，哎呀，这个人也太高了吧！美心雨，啊，什么可以拿？我先讲一下哦，现在其实是皱着眉头在玩哦，因为我觉得我会玩到3D 晕，对吧？中秋节，怎么又是中秋节？哦，我平日工作的地方，应该有绘图板啊。我说卡到音了、啊，不是走这吧？有有有。哇！嗨，姑姑的房间，我
不知道，是厕所。我被丢。嗨 ，Hello， 哇，我家好大哦，家还下雨哎，哎、欸，我回不去了。对啊，会3D 晕。哎、欸，我还是我去吃晕车药啊。哎呦，啊，仙杜瑞拉，能捡吗？捡不起来，还我。我就后面有声音，怎么办？我不敢回头，我不能回头，我不能回头，眼睛闭小一点。我回头，我回头，真的有声音耶！天啊 ，Hello， 我先看一下哈，爱的美心，还我孩子来，孩子还美心，孩子好了。哎呦喂呀、啊！我还来不及看他哎、欸，等一下啦！好恐怖啊！哎呦，可以白天玩吗？我就晚上玩这个。我最近才做噩梦哎、欸。我也吓到了啊！不是，刚刚我是真的很想好好看清楚他啊！我是一抬头，他马上掉下来啊，可信吗？恭喜1980钥匙，猴年哦！哇，越活越不过去哎、欸、，T， 然后嘞，使用道具。对啊，看不清楚。这是什么？铭记给我的牛皮纸袋。第一集第一场客厅特写，丈夫手捧盆栽，置于新居台。丈夫人说，人们说，玉香花体贴高雅。我看成高雄哎、欸。像我，多像我们的孩子啊！可能都是乱码，特写啊，剧本哎、欸，您认识？孤独的灵魂布置出了一个空间，假装是家。哦，这好像广告的那个字幕哦。假装是还是怎么了？赖万乐，留什么、啊、照片？还有这个东西，奖杯，宝岛文奖最佳编剧啊！大概知道这个玩等下怎么用了。哦哦哦哦，还有什么？放展示品的箱子，所以可以。放这歌、個、哦，我好聪明哦！嘿，乐乐，嘿，打开乐乐，发现快乐，乖乖吧。哎、欸，坏、欸，我肚子饿了。晚安哦，晚安哦。Hello。不知道是睡的晚安还是打招呼的晚安。8月8号，父亲节。哒哒。要发喽。帮。空的碗盘架，这是啥？我好像没有对焦到、欸，
味道它会有讲话。打开道具栏，然后嘞，放完吗？你们有吃的吗？我还有什么东西啊？照片呢？不用道具，可以使用。这不是这样用的啊。好了，分房间了。六，会背对进去吗？好恐怖，好黑哦！我打火机啊！欸，好黑哦，其实你们应该看不到吧？我都要站起来才看得到一点点呢，更何况是你们。哎呦 ，Hello，Hello， 问号，我也满头问号啊。来放个 T 道具，其实蛮漂亮的哎。啊，所以兔子它是影后。哎呦，啊，为什么我的脸长这样啊？有问号就啊，我会不会等一下晚上睡觉做噩梦啊？我等一下在想我要剪片还是继续玩这个？Hello， 应该现在是走到这边来了吧？想吓我，吓到了啊！你很棒，你最棒，灯变亮了、欸。我可以播嗨歌啊，比如哦，变电箱爆了。这娃娃装饰用的拉糖娃娃，拉糖啊。小坏坏，干嘛啦？哈记，你不要在地上摆爱心，没有用啦。我画面自己好晃哦。Hello， 哈记，这吹生日蜡烛吗？我看一下哦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。我十五岁呢，吹蜡烛。猜猜我是谁？你要送我什么礼物？我要黑魔导女孩的黏土人公仔。我终于拿到打火机了，野人度假村正式开始。野人度假村开始咯。比较亮了，好耶，我们来看看刚刚这边有什么东西。古什么古文大观园，还是什么白什么词翻译哦，白痴哦，感谢巴罗，感觉没东西啊。亲爱的风雨哦，我叫风雨哦。很想要的打火机，这几天搬家累着了你，好好睡午了。哦，拜托，我这几天剪片用商品画图累得要命。来了。来了。谁？这什么？还是猴年哦？还有东西拿吗？哎呦，好恐怖哦！Hello，
哎，我们一起害怕吧，没有？有没有一个困难模式是全程都不用打火机？都回到自己家啦，这是钥匙，989986。干嘛啦？感谢超级留言，还没到时候，你这边先抖，用错时间了啦，差评。我可以按按，我可以按电铃。哎呦喂啊！感觉就是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其实我真的很怕这种东西耶。这好像我以前在干的事情，我可以盯着鱼池盯超久。哎，有东西吗？我拿。哦，联络簿，天哪，好怀念哦。今天我整理了我的房间，爸爸帮我把所有的玩具都搬进去。我的房间里有很大的床，可以在上面玩加加酒。房间要自己整理哦。老师叫李一君。哎，我们以前我爸都懒得帮我签名，直接叫我去拿印章去盖。结果我缺交作业啊，有的没的，我爸也不知道。就等到是缺交太严重，我那个老师直接打电话给我爸，然后我就在回家的时候直接被赏一巴掌。啊，要乖乖写作业哦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以前就是这么不爱写作业。哎，你刚刚在看我吗？你不在看鱼吗？啊，还有 ，Hello，Hello， 刚刚在看我都不，哎，你拿菜刀干什么？兔子，听我解释，我只是没写作业而已，听我解释，我只是没写作业，你拿菜刀对着我，然后嘞，有什么可以拿？你回家了？不是啊，你拿菜刀对我干嘛？哎呦，有烟呢，白龙，对文字工作者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东西。啊，我不能带走，我觉得烟有用哎。觉得啊，帅好用。哎呦，我要背对着看他们会不会走过来。好，转一圈，哎，人来了。没有，